尤其你在干嘛？我在帮忙洗衣服。洗你自己的衣服吗？对啊。是不是长大了就要自己的东西？我是自己的吗？对啊，自己的东西是不是就要自己完成？那我只等一下洗。好。我洗你那个。啊？洗你那个。好。一点点了，小心哦。好。拿出来一点哈。一点点就好哦。好。好。抹在裤子啊，你不是要先洗裤子？好。对，好好刷一刷。可是。怎么了？手上都泡泡。手上都泡泡，等一下再一起洗，跟裤子一起冲水，一起冲花嘞。然后记得翻面，裤子不好洗耶，因为比较凸出来，是不是？有口袋啊，都要洗哦。所以以后你自己放学的衣服弄脏了就自己洗吗？对啊。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可以做到。哦，好棒啊！